别吹，一捧就没。哇，那就连进两个三分，我当时觉得有点懵。打死黄子豪！打死！怕了！哎，好球！少少！哇！这两个球稳了。这不算犯规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让他进，让他进，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有点搞笑，有点搞笑。对他逼你再过他，对。这什么情况？男子。好球，对。黄子豪今天星王，那抱两个星回来了，两个。哇！哇！当时我心里的感觉没有很得意，但真的是爽，因为这个赛制之前的这几场比赛真的压抑我太久了，真的太久了。我的内心其实当时就出现了一段歌词，就是。太多评价说我临危，当我拿下这场胜利之后，实至名归。我唯一没想到的，今天给我的惊喜就是黄子恒。我觉得他可能在进攻防守都会比较弱，但是我真的我很开心的被打脸了。啊，攻内方胜。Yes， 小黄，我们拿第二颗星了，拿第二颗星。哎呀。这世界很酷。